千幾萬換嚟一張紙，呢張紙有幾咁巴閉？今日難得出太陽啦，咁就陪個客去收樓。咁我手上面呢張紙就係收樓紙，張紙就唔值錢嘅，張紙嘅權利先值錢嘅，即係轉換咗業主，轉換咗個產權之後，就管理費啊、地租差餉啊，都由個新業主負責翻。咁我哋而家去啟德見下呢個新業主，都恭喜佢收樓。新樓嘅收樓同埋二手樓嘅收樓有少少分別嘅。新樓嘅收樓最主要就聯絡發展商嘅收樓部啦，佢有個專責嘅部門同埋同事會負責翻處理翻相關嘅收樓事務嘅。如果二手就由我哋 agent 帶你去睇下間屋，做一個簡單嘅驗收，確認你買嗰間屋同你當初睇嘅差唔多，咁你就要收貨。之後就律師又會交鎖匙俾你，或者 agent 會交鎖匙俾你，咁你就去收樓啦。成個程序就唔算特別複雜，都相當簡單。最主要就錢到位。乜都好講，最主要地就遵從翻個合約精神，即係唔同時期要俾唔同嘅錢。總之一句説話，錢到位，咩都好講。講到現時嘅樓市環境，最主要就係個銀行按揭嘅問題。而家銀行嗰邊就收緊咗按揭，要準備嘅文件比以前多咗啲，但都係仍然可以申請到嘅。只不過銀行嗰邊要求多咗少少，呢樣嘢自己要留意翻。希望大家買到心目中嘅好樓。